暗影冲锋者请求出战。当暗影冲锋者拥有十万血量，哪个组合可以击败他呢？组合一，一个魅惑菇。组合二，50个机枪射手加一个火炬树桩。组合三，50个玉米投手升级版。组合四，40个冰西瓜投手。组合五，神秘植物。快来给你支持的组合加油打气吧！盲猜瞎猜都是可以的，扣一扣二扣三扣四。兄弟们，我们的宗旨是伤害性不高，侮辱性不强，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在我们面前无所遁形。